有回就好了，会回就好，会回代表还不是什么大事。我要泼他你。那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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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群。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？谁？老。群主啊。这里面的群主。不是，另外一个。我跟所有人都是从另外一个开始的。谁？我跟你这样说。他怎样？你扯成这样，他怎么了？把我把这边秒不要点吗？就他说我根本没有女朋友，谁？我干嘛退啊？你分手、啊？我根本没有女朋友。电话。我有两只电话，一只会响，一只不会响，不响就是不接。了解。所以他是怎样一个病？他要讲吗？另外一个群，我知道有一个就是等要年轻妹妹的那个群，也没有到年轻妹妹啊，是就是志伟他们的群。啊、对，我知道那个群。我从那边认识所有人的。哦，我知道那个群。嗯。哦，也是从那边，然后就明哥后来。大明啊，阿富之前他们都有在那边。没有，富哥是我后来才进去的。对。对啊，因为他好像那边觉得没什么好聊，而且那边也真的没什么好聊，就他们也没有什么想要经营，前面还有，后面就没有，就后面也没什么聊天，就放着。怎么了？哦，就是露营啊。我们有到悄悄话吗？我有到悄悄话吗？我们有到悄悄话这么严重吗？怎么一直在闪？所以你不会关掉？不会啊，我就会开着、啊。它能待机多久？没有啊，就一直录啊，录大概四五个小时吧。啊，就一直循环。嗯。那你有用那个安全帽吗？嗯，我有用蓝牙耳机，但是不是安全帽的。你怎么不用那个安全帽？嗯，没有啊，因为我。没有主要戴安全帽，我就是喜欢戴在身上。嗯，而且这个很好玩，这可以录影，像唱歌的时候也可以录影。可是你导航蓝牙耳机安全帽不是很重吗？没有，它那个用电量不久啊。没有安全帽可以，我买到现在用过两次，从睡觉到现在。是啊，你跑多久？你开多久？如果每天用的话，可以一个礼拜。哦，我那个听，我从上班听到下班，可以一整天没问题。我十几个小时，然后到今天对啊，到今天也够用，我差不多可以16、18吧。耳机的嘛。嗯。它那个是安全帽的那个 S1 啊。我知道，可是那个我不知道，那还要去改帽子什么麻烦。没有，就贴进去塞进去。就麻烦了。Okay. 对啊。我本来是用蓝牙耳机嘛，那时候结果好麻烦。
可能用不习惯嘛，因为我之前我找一下，你是用哪个蓝牙耳机？我找一下，我找一下。我后来就发现我那个蓝牙耳机用了两三套。别靠边，对。几号几点？嗯？几号几点？没有，不跑了，等一下回家休息，不舒服。啊、我讲真的，我是不舒服的。真的假的？嗯，有一点，就这边刚才一直在抽痛，想说算了，就不要跑。然后我等一下会跟那个派单讲说我要休息。我说你刚好空班了。嗯，空班了、啊，我刚才空一个小时，我一点半空到3:15，我想我才问你在哪，快看看，好远。我想要来找你刚好，因为我回家，我回家这边回得快，对，对吧、啊？这边我不知道、欸，人家找给我的。是啊、哦。嗯。他待机那么久。我那可以开机很久啊，可以直用。我后来想要买一个，我就喜欢买耳机。好棒啊！丢班都剪掉了，我就不用这样了。我好幸运，我都不用那种就是拉修什么的。对，我就是说丢，然后有人剪就不用再交代，也不会扣我的分数。嗯，差不多啊。你假如对那个有兴趣的话，因为我最近在找这个，我没有说这个啦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刚才他会想，他现在跟我讲说他想要，想要什么？他说想要跑这个证书啊。有啊，他有在我们我你没发现我最近在群组一直都在讲这个事情，所以我就讲给他听了。嗯，我不是讲说哎、欸、我什么时候下班啊，我什么跑了几单，我都是讲给他听啊，不然我不会在群组讲啊，每次在群组讲这个干嘛？那我就讲给他听啊，因为我就跟他讲说，看你自己的评估，你能跑几单。这个重点是，你假如像今天一样，今天有人跑了。我昨天听那个谁说7:00多，嗯，跑季风了，嗯，然后到晚上，可是季风的跑30几单，然后7:00多到我昨天看到他8:00多，可是季风他很会跑啊，不一样。